家好，我是蒲巴首席男神 Eric。 喂，这么伤心的是真的要答的。27，我喜欢食肉啦。其实我现在呢，我生酮饮食了差不多20多年，基本上我是没什么食材，只要是肉我都喜欢。是爱和责任啊。我最喜欢呢就是同会员打机啦，咁呢，咁相信有嚟蒲巴嘅朋友仔应该知道咗。Rasengan！我自己就冇乜嘢想同你哋讲啊，因为呢你哋平日都听得多我嘅废话啦，係咪呢？